的话，再把它复制一份啊，复制一份呢，然后命名为是个 web 什么嘞啊 ，em 啊，好 ，em 好，这个命名完之后怎么做呢？那么它里面的项目实际上都有了是吧？里面的文件都有了啊，把它打开啊，把这个把这些都关掉吧。好，关掉，然后的话，把它打开一下啊，这个 add folder 是吧？把这个 im 打开是吧？好，打开完之后，实际上我们刚才新建的这个东西都可以用啊，就这几个东西都可以放在这里来是吧？放在来之后，那么这个时候就插一个文件吧。我这个用 im 的话怎么样？我需要把什么嘞？把这个 js 引进来是吧？刚才那个我是不是没有引 js 啊？啊，这个在引 JS 啊，好，这个的话，那么把这个文件也命名一下吧，这个文件啊，没有啊，好，这个 JS 的话是什么呢？用这个 script 标签引进来吧，啊，好，script 标签啊，然后的话，src 等于什么呢？等于这个 JS 里面的这个什么 set root，刚刚用的吧，刚才用的这个 JS 啊，好，引进来了啊。引进来之后，那么这个时候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怎么呢？就用这个 rem 来做啊。好，rem 来做的话，那么我们来改写这个什么呢？这个 main 点 css 啊，那么 result 点 css 还是一样的，我们来改写这个 main 点 css 是吧？好，这个时候怎么改写呢？那么我们一个来改写啊。好，首先的话，这个 height 是什么呢？啊，height 是什么呢？height 是50吧，是吧？好，这个时候大家记得啊，那么这个时候什么？量多少你就写多少啊，height 是不是量了100呀？直接写100px 就行了，啊，回车这样就行了。为什么量多少写多少？你不是什么呢？你不是要除以一半吗？大家看一下我这个地方是什么？除以的是不是40啊？看一下啊，有这个啊，好，这个地方是除以40啊，明白没有啊？什么意思？为什么要除以40呢？大家看一下啊，我这个 set root 里面啊，默认的是把这个文字设成的是20啊，设成20你应该除以20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但是我们量的尺寸是什么？是大一倍的尺寸吧？除以20再除以2，是不是就除以40啊？明白没有？所以用的是除以40，那么是我直接量多少写多少，是不是就可以啊？就不用算了吧？明白没有？先除以20，再除以2，是不是除以40啊？明白没有啊？好，这就是除以什么嘞？除以这个40啊，就直接写就行了，是吧？那么这个的话是什么？这个是不是直接写好了？好，这个 logo 是吧？这个 logo 的话，那么刚才量的是多少啊？logo 啊，logo 的这个大小是吧？就是。198好像是吧？178是吧？178啊，好，这个，logo 啊，再来看一下吧。啊，放上去它也有它的大小是吧？178×71是不是这样的？178×71啊，好，直接写178px，回车是吧？就放好了是吧？好，这个是什么嘞？来一个什么嘞？71px 啊，71px 啊，好，那么的话可以，如果说有问题的话，可以，这个是容器吧，可以稍微写大一点啊，写个72px 也行啊，72px 也可以啊，72px 啊，好，好，这个是不是做好了是吧？然后这个 margin 的话直接写这个 7px 啊，这样子也可以是吧？他自己给你转的吧。转的啊，好，那么的话，这个摄取的话，调成什么嘞？摄取的话，这个是54吧，是吧？好，54px，回车是吧？啊，这个是不是很快呀，是吧？54px 啊，好，这个的话是 write 是什么？30吧，是吧？30px，好，这个的话是多少嘞？这个是 top 12啊，12px。不是12，24是吧？24px，好，
好，这个做完之后来看一下这个效果啊，看一下这个效果。然后的话，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整体的这个什么呢？这个 background size 是吧？ background size 啊， background size 的话，只要量多少就写多少啊。那么这是它的宽度是120吧？120就直接写120啊， 120px 啊。好，然后的话高度是1680吧？啊， 1680啊， 1680， 680px 啊。好，这个写完之后来看一下这个效果啊，看一下这个效果。好，这个的话来把它看一下啊。错了啊，应该是这个是吧？关一下啊。好，这个的话我来看一下啊，检查一下，检查一下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的话应该是。刚才这个高度写错了啊，高度应该是14px 是吧？量的话应该是14是吧？大家看一下它是不是等比缩放啊？看一下是吧？等比缩放啊，这是实验等比缩放了。嗯。啊，等比缩放，好，这个高度应该这个 top 值应该写错了啊，这个地方啊 ，margin 这个地方应该是14吧是吧？来量吧。这应该是14是吧？写错了啊，14px 啊，14px， 好，这样的是吧？刷新一下啊，刷新一下，那么这个就对了吧，是吧？这是等比缩放啊，啊，就这么做了啊。